才太在府中，情人可内利亚一人独自徘徊，伊内心焦急不安，是何在等待某一人的来到？我是柯内蒂亚，自细就无比无妙，被卢洪的暗杀组织所收留，训练我成为可比性、威胁人心的杀手。出水任务是威胁东条太宰，无穷未尽。我已经在的府中最挂机。今年太宰真照顾我，但从无正眼看过我。这段期间以来，我已被太宰忧国忧民的真切感动，放心扎记暗喜。随地今日接到指示，就无必歇成功。就要对他下毒，我该怎样办才好？是不是该告知伊真相啊？是你发现妖魔在此见面吗？是大人，我有事要向你。哦，是你如何？只是你该向我下手了，是吗？哈，你怎知影？兄弟，不用担心，铁好是。大人，听我解释，我绝对袂对你下手，因为。我早记得你，正服在我身边的目的，用是了解你的个性善良，以善为恶，我早就将你送走了。感谢大人，但大人可知小女子只一件大人，就对大人一见钟情。小女子愿意阻止断绝一切关系。只希望众生能复苏大清。啊，我一心改在国事，你的年轻也是回转你的故乡，随一个好人家结了吧。我要留在大人的身边。难道大人认不我对大人一片痴心吗？真抱歉，你是一个真善良的人，但我不适合你。哈，什么？大人，你不是时常教我精心所至，金石为开吗？难道大人你的心是石头碎？为什么大人不愿接受我？是我无够美貌？也是我歌唱了不好听，大人，你讲的我拢谅解，但请大人唔通赶我走，让我留在你身边好吗？你要记下，感情是无法勉强，你在我身边无法完成任务，走。也是会受到组织的惩罚，所以趁着现在回去你的故乡吧，兄弟，送他回乡。是，唔免。既然无法留在大人的身边，那就请大人莫再管我。我要回去组织，继续做杀手害人。
我会变成一个真正的歹人，我怪你后悔啊！情字一字，我忍心啊！就这样，万念俱灰的柯内利亚，冲出了太宰府邸，离开了京城，来到了丘那地界。一个人这么辛苦，我自细就孤单，好不容易爱上人，竟仍然无结果。为什么上天对我这么不公平？难道我的孤独终老吗？啊！哪里来这么美丽精灵？将我的骨子里，什么是公平吗？有我在，你就别孤单喽！你是什么人？本姑娘心情不佳，请你离开。我啊，这种个性，真让我膈应。将你抓回，为我生下魔族最强之主啊！你妈回来，你唔通回来啊！救命！救命！啊！救命！大人救命！大人救命！啊！就这样，科内利亚被带回魔族，怀了魔族精灵之子，开始经悲惨的人生了。